小总重演，我们开始准备尖叫声了。这次男单拿到银牌，小总重演。选手手上有拿道具，其实就像他拿的帽子，其实那种力道有时候也会被分散。对，这段的表演的音乐跟动作真的配合得好棒。嗯，代表现在的选手，再配合现场的尖叫跟欢呼声，哇，果然有巨星的架势。他只要一举手一投足就有尖叫声，根本还不用转圈，不用跳跃。小总重演，拿过世锦赛银牌。